北部著名的赏樱地点，除了阳明山外，每到樱花季，淡水的天元宫就会涌进络绎不绝的人潮。以五层宝塔的天坛为中心，周边广场绿地种植了许多樱花。这里主要的樱花品种是淡粉色的吉野樱，花瓣外的粉色越到中心越红，就像略施脂粉的清秀女子容颜。通常游客会以天坛为背景拍摄樱花，夜晚时搭配灯光的夜樱景色别有一番风味。因为盛放的时间不定，接近花期的时候就会提供花况转播，提供想来此赏花的游客可以密切注意来访的时机。